新闻首先要来关心嘉义县的活动消息。南台湾年度赏鸟的交流盛事，由交通部观光局、昆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主办的2020台湾国际观鸟马拉松大赛，国内队伍有29队，以及在台的国外的鸟友组成的国际队有3队报名参加，合计有32队。最后由馆长汪正良以及昆嘉南管理处处长齐静林亲自出席闭幕典礼，并且颁奖表扬。优先的队伍由交通部观光局昆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的台湾国际观鸟马拉松大赛，为2011年举办至今，在国内外赏鸟人士的心中已经建立品牌知名度，是全台唯一比赛，范围跨越昆林、嘉义、台南三县市，赏鸟环境为滨海到山顶，鸟类涵盖水鸟甲山鸟，唔呐比赛范围阔，会当观赏到的种类嘛真多。今年国内队报名。队伍数超过原先规划25队，为此特别开放增加4队的名额，以满足鸟友的参赛愿望。活动啊，我们都是在这个邀请到专门的赏鸟的评审来，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能够评审出最优胜的这个队伍。那今年也非常的开心，能够有往年最多的这亲子队来参加啊，可见我们这国际的赏鸟马拉松已经在我们全国各地已经深植人心了，能够让大家能够广为人知，让大家能够这每年都能够来到云嘉南这边来参与我们的赏鸟马拉松的比赛。冬季到了，那冬季到了就是所谓的候鸟的季节。那整个在我们的云林嘉义跟台南的沿海，可以说是候鸟非常的多，鸟类非常的丰富。那希望大家带小朋友来，好好来做一场所谓的欣赏鸟跟环境教育。我们这边的候鸟非常的多，季节已经到了，记得要来哦，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候鸟。12月，东北方已经带来大量的候鸟，沿海有布地5个湿地，山区的阿里山、中部等地也拢是热门的赏鸟景点。对此，馆长汪正良甚至邀请大家带囡仔做伙来家己赏鸟，来一场环境教育小旅行。最新新闻，钟乃成嘉义县采访报道。嘉义县特别推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叫做“管路安心计划”。家人有关于管路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入院返家以后有发烧、嗜睡、感染或急性疼痛、褥疮或是相关的这些异常，那我们有特约的单位跟特约的机构那我们就可以打电话去寻求相关的协助。请记工呢，这服务会当24小时，让这当家己关18项店拢会当来做服务，买当甲咱卫生所来做通知，咱拢会当来甲大家做服务。